嗨，大家好，我是陈雄炫。今天介绍武器呢是洪水这把全自动的左轮。那它的武器特性呢是提高射速并降低准度和伤害。要去哪里刷呢？那这把枪呢是属于世界掉落物，但是呢你可以在潘朵拉的康纳德藏匿处的这个点去击败拉国马来做高几率的取得。那我们这种武器实测部分呢用兽王来做实测，那我们的配置部分呢这边是用叛逆福特、赏金猎人以及赤珍珠，那这边就直接来做实测。那一样一开始先开技能让盾来做我们的加成，有点难控，它的准度降低很多，不过它的后坐力很高。那它的降低伤害呢，我们这边可以用我们的叛逆福特来补足它的伤害的部分。那这边 BOSS 实测部分呢，我稍微把我们的模组换成迪迦机器人，那这边就直接下去。那一样下去之后直接开技能。对弱点进行输出。那基本上伤害还是可以做输出的，是没问题的。那这支武器介绍呢，就到这边做结束喽。如果喜欢影片的话，可以按赞、订阅并分享。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喽，拜拜。